铺一团线的线头，准备起针。我们这里用的是边打边起针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打一个活结。套在左手的棒针上，然后右手拿起棒针，棒针穿过线圈，打下针，绕线，将线从第一针的线圈里挑出，将这一针线圈转移到左棒针上，再从两针之间的位置插入，打下针，挑出，将线圈转移到左棒针上。用这样的方法起出你想要的针数就可以。我们这里多起几针作为演示。大家也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起针。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起针完成的样子。下面我们讲解一下这款围巾的主体部分的花色。这个围巾是由相同大小的正方形格子组成，这里的格子有正反之分，是通过上针与下针的变换而形成的上下交错的感觉。大家来看我事先编织好的围巾，这款围巾的总针数为64针，每8针为一个格子，每10排换一次针法，起针不算一排，针数和排数决定了格子的大小，大家可以依自己的喜好来编织。如果5针为一格，那么起针就是5的倍数，我们这里起针为8的倍数，就以32针作为演示。下面我们来学习棋盘格的编织方法。首先我们来编织8针下针，棒针从两针之间的位置插入第一个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这就是下针。我们继续织下针，插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绕线，挑出，好，我们编织完8针下针以后，从第9针开始编织上针，将右手上的线绕至右针的上方，右针插入左针的第一个线圈，将右手上的线经两针的交叉处沿右针绕过，挑出，放线，这就是上针。我们继续编织上针，
编织完了八针上针，我们继续编织下针，将线沿右针顺时针绕回到下方，编织八针下针，方法同一开始编织的八针下针一样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编织八针上针，将右手上的线沿右针绕回到上方，右针插入左针的第一个线圈，绕线挑出，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编织完第一排。这就是第一排编织完成的样子。反过来，我们开始编织第二排。这里开始编织的是八针下针，并且从第二排开始的第一针我们都挑下不织，也就是除了第一排的第一针编织以外，其他时候的第一针我们都不织，目的是为了让围巾的边呈现出辫子形状的针法。这里我们编织的是八针下针，所以第一针也是以下针的形式挑下不织。遇到辫子形状的，我们就织下针，编织八针，三、四，绕线挑出，六、七、八。遇到像这样凸起的像瓦片状形状的，我们织上针，将线绕回到上方，编织上针，绕线挑出，二、三、四，我们以这种方式编织完八针上针，七、八。编织完上针，我们再来编织八针下针，将线再沿右针绕回到下方，开始编织八针下针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八针完了，我们再将线绕回到上方，编织八针上针，插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绕线挑出，我们又以这样的方式编织完成了第二排。好，最后一针，
反过来，我们开始编织第三排。我们还是在遇到上针的时候织上针，遇到下针的时候织下针。我来演示一下，这里的第一针依然挑下不织，像辫子形状的我们就织下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遇到凸起的像瓦片形状的，我们织上针，将线绕回到上方，编织上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将线绕回到下方，继续编织八针下针。六、七、八，再回到上面，我们编织八针上针。我们以这样的方法编织完十排以后，从第十一排开始，我们编织的针法就会有点变化了。第一针挑下不织，这里前十排格子的花色为辫子形状的，我们变为织上针，将右手上的线绕回到右针的上方，开始编织上针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里为凸起的瓦片形状的，我们变为编织下针，将线绕回到下方，开始编织八针下针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针下针编织完了以后，我们继续编织上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下面再进行八针下针的编织，将线绕回到下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将这一排编织完。反过来，第十二排开始，我们仍然是遇到上针织上针，遇到下针织下针，这样我们将要编织的花式就和开始的十排花式
是正好交错的，这就形成了我们要编织的棋盘格。第一针挑下，以上针的形式挑下，将针绕到线的下方挑出。第二针开始继续织上针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再进行下针的编织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我们用同样的方式编织到自己想要的长度就可以了。当我们织完一团线的时候，就要开始换线了。我们拿出一团新线，留出10厘米的长度，将两根线重叠，继续进行编织。编织的同时，将刚才10厘米的余线一起编织到织物里面。一般我们织4到5针就可以用新线继续进行编织。我们继续八针上针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八针下针编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我们将这一排编织完，反过来继续编织。第一针挑下，继续织八针上针。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，换下针编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八针下针完成，继续八针上针的编织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这里我们知道了刚才换线的地方，这一个线圈里有两针，我们将它作为一针进行编织。按我们需要的长度编织完以后进行收针。当我们知道想要的长度以后开始收针。收针的方法也很简单。
我们这里用的是一针盖一针的方法。第一针挑下，打一针下针，将前一针的线圈盖过第二针线圈，这样我们就收完了一针。我们继续织下针，将前一个线圈挑出，用这样的方法收完一排。我们在收的时候尽量要松一点，不要把线圈拉得太紧，这样收出来的边就不会缩到一起了。我们继续收针，收完一排，最后一针，将线从线圈里拉出，拉紧。留出十厘米的样子。剪断。用缝衣针将它缝到织物里面。我们顺着织物的纹理将它缝进织物里面。最后剪掉多余的线头。